如果我就跟警方解释，如果你不去安倍顶大干的话，哦，就会害到更加多的人呐，因为那些贼哦，会很更加的大胆呐。啊，更加的大胆，因为之前我也是有听过很多大鸟的，然后可是到了我自己的时候，我说你们一定要 unbidding 的干，然后那个 police 啊就没有什么睬我咯，然后我问他3次哦，然后他 finally 他觉得我很烦了，他就说 OK 啦，我给你去见 sergeant 啦，那我又去到别间的 police station 去见 sergeant 咯。一八四去哪些？下邊嘅，但係都係你可以睇得到，跟住有冚住嘅，都有嘢冚住嘅，但係都。我可以睇啲。一邊left window。有冇嘢去做啊？佢每日都係睇我平時都係真係有播叻嘅，咁。